周深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在你的歌坛好好唱你的天籁之声不行吗？你来跟我们演员抢什么饭碗？很不错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影视行业其实是很包容的，海纳百川。你来。没人能管住周深的嘴。场面一，我第一次遇到信，是我当时还在拍偶像剧的时候。啊，嗯，你看过吗？当然看过啊。是吗？对对对，甜心小妹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不是，是吗？是那个什么？哎，快救救我！我突然想不起来什么。大型的社死现场，你出去呗。不是不是，我一定要那个是哪个？公主小妹。因为太久了，我记不清那个名字，真的。还有那个，我始终带着你爱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解释了。那个剧，你看，哎，我记一下，是不是《海豚湾恋人》？对不对？我是真的有看，我只是记错名字。我想说的就是《海豚湾恋人》。场面二，快点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怎么飞也飞不够。太委屈了！哎呦，我的天，好心酸啊！你怎么会有这种经历？我的妈呀！这个有什么委屈的呢？你这属于贪欲。嗯，一个小小鸟，你能飞得多高啊？鸟飞飞不高。你快去，快去！你能飞多高啊？小鸟飞不高，对啊，什么委屈？我是贪欲，我唱的是小鸟，不是小鸡呀、啊。那猪也高。我是个鸟，飞不高都不委屈。上海那么大，有没有我的家？我想有个家。嗯，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。老师，您可能需要大点的地方。对不起，那就跟你住，我好像不用太大了。场面三，我没有经过训练，能够拿得起这个机器吗？你看这周深，我觉得很酷哎。我拿得起，但是我可能赔不起。啊，是吗？这么闲啊？论文写完了吗？不上课吗？不上班吗？你为什么笑？因为你帅。你为什么说我帅？我说我帅的时候，你嘴角抽动了一下。你是不是在说假话？是。今天夸大了，太难了。大家夸你相貌，你都已经听习惯了。没有人夸过我相，这个确实没有人夸过我相。那我就夸您的自知之明吧。我都可以。你好随便啊。我真的都可以。哎，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成凑合的。我不喜欢凑合。都可以。气的嘴都爆皮了。有人吃咸粥吗？皮蛋瘦肉粥啊。我不爱吃皮蛋瘦肉粥。当然我知道你如果爱吃它会很香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，我刚好是那个不爱吃皮蛋瘦肉粥的人。场面四，观众朋友们下午好。下午好。你跟这孩子不熟吗？不是很熟。为父觉得这孩子脑子有问题。我就是怎么能这么说我的至尊宝呢？就是叔叔，那你到底是谁？完了，一个连续剧，一个完了。好，我们来介绍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葡萄的品种是无核白。哦，那它为什么叫无核白呢？因为无核白又称无籽露。哦哟，啊，新葡萄中的含糖量高达25%以上。25%。哇塞，那真的是甜到心里去了。是啊，那么如果我吃完无核白，是不是也会变得超级甜呢？超。爸爸跟你说过，毛可能会少一点。不要跟傻子玩，毛可能会少一点。妈妈现在也不同意了。那你倒是扇扇我。两位亲家，我们聊聊，我们好好介绍。其实是会的，因为我们的无核白它除了有超高的糖分，没错，含有有机酸，没错，蛋白质、钾、磷、钙、铁等矿物质，而且有很多的维生素，可以说是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。是的。场面五，哇塞，三个地方。三个字。海陆空。
对吗？猪圈，猪养殖场，很大一片动物园。对，好了，哇，朗朗哥，天哪，二郎腿都翘起来了。四个字啊，买票啊，买票啊，谁没买票、啊？火车站票员，售票处票员。四个字，公交车，接近了四个字，公共汽车，对，答对。两个字，三分，哦，他太厉害了。一个运动，两个字，篮球，篮球。对对对对。三个字，口技。一个运动，三个字，乒乓球，答对。场面六，场面七，易中天。啊，在梦里。像，太像了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到赛老师，梦里见过你，这个很厉害耶、yeah. 我要听赛老师原版，原版是你是你，像吧像吧像像像像像，啊，在梦里是这样吗？场面八，周深是让我蛮少能够让我觉得特别安静的听一个人唱歌，然后可以看见一个人特别干净的一个人在舞台上唱歌的一个人，你是让我非常欣赏的一个音乐人。谢谢谢谢。周深啊，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去参加中国文联的那个春节大联欢啊。哦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好的。Nice。场面九。周深很会这个。刘明康老师，我们非常喜欢你，向你致敬。叶子上最亲切，叶子上你就在双手边，对你的感觉强烈，却又不太了解，是凭直觉，感受我在梦里的舒服。场面十一，